今天班舞会，我想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主角都是我们身边的同志，时间不是很长，希望你们都能认真听。最好有条件的还可以准备点纸巾。话说男儿当兵，天经地义，所以18岁时女神追我，我都没同意，因为我想当兵应该把情爱断干净，毕竟心中有祖国，哪能三心二意。来到新兵连，班长确实管得严，队列内务加体能是一刻不得闲。幸好周末时间还可以耍一下手机，不过大家都有女朋友，我一脸懵逼。下到连队之后呢，开始新生活，一天两班哨，真的是非一般感觉。班长比较贴心，害怕我们生活枯燥，每天5公里来帮我们培养爱好。转眼过了几年时间，弹指而过，以前的不适应已经变成习惯动作。身边的人总是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但是每当想起驼铃，还是不想 say goodbye。